装机了。对，就是麻将桌装机。但是呢，今天比较特别，因为呢，今天装机呢是为了一个新节目。对，开了一个新节目，就是一个转播赛事的节目，就是我安安打多大。我们在台北市大同区这边的一个场地，对，那之后呢，可以在这个场地办一些比赛啊，或是观众杯啊，对，啊，一样会有这个转播直播，频率上可能一周一次，或是两周一次都有可能，那就表示说这个大家都有机会，好不好？就是像之前我第一次办观众杯的时候，大家都有机会参加这个直播。目前还在筹备阶段，准备差不多之后呢，就会公布给大家这个赛事的讯息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啊，全新的尝试。好，那待会用我装机，好不好？装机。那另外一副需要的牌就上来了。有人手刚好这样子，然后去按着。其实这个感觉应该是不会很痛的，这样子啊。是还好。它这个不会很卡，它这个其实，对啊，你也可以这样放着让它洗啊，但是没人再无聊了。准备中啊，准备中。好，到时候，到时候就是导播一波啦。好，调的差不多了，对，差不多是这样子啊。桌子也到了嘛，那设备也正在这个规划。那还有一些问题要去克服，可能要花一点时间。当然就可以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看到安安打多大这个赛事的转播节目。OK， 现在是这个高国绿人大赛冠军赛，这是那个我是外山子。这是我们的转播的这个办公室，然后本来呢是这个预计是8点开始打，结果呢因为前面的赛事太急了，8强两桌同时打哦，然后另外一桌就是我们没有转播的那一桌，又有人连庄连六的样子，对吧？然后又打得比较慢，所以到现在已经几点了？现在已经9点了，好不好？9点了，我们还没开播。总之就是这样子，今天这个。大家都要工作到很晚 OK， 各位比完了 OK， 这个是第一次做转播就上手，没有啊，其实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包括这个一些镜头的切换啊，或者是一些讲的内容啊，我觉得都还有进步的空间，好不好？那我就现在也一点了，好，然后就去了，回家睡觉了，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忙，你家，拜拜。快迟到了，我搭早上8点55分的车，现在47分。一大早，要去左营，要去谈一个合作案。因为刚好对方的公司在高雄，所以早上有一个快闪，快去快回。然后呢，等一下中午呢，顺便跟这个准备要去当兵的江江吃个饭，然后就回来。OK， 再来了。左营高铁站还蛮熟的，因为以前这个当兵的时候就在左营大路上面当兵，那个海陆的指挥部有个厂商找合作。好，先办正事。好，谈完了。刚谈的时候呢，其实那个经理啊，长得太像浩哥了，他会直接想笑，声音不像而已，其他都好像，同步率几乎100%。哎，对，嗨，你要入镜吗？你要入镜吗？嗨，可以合照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因为我跟同学，就是同学就说都在看人麻将，然后呢就在自己打麻将。好，我大学的时候就跟同学这样一起打麻将。好，那还是这样子，
这个影片里面就有，回去自己截图，自己截图好不好？耶、yeah! ！等一下呢，就是要等黑色的江江，还有那个醉神台服第一鸟人 MOD 来，然后我们要一起吃个饭，然后我就要回台北了。好，吃饭。躁动都市会社牛女郎，这个可能不喜欢葱的人应该会反感了，好多，但我蛮喜欢的，觉得没什么。吃，这个他吃的是什么？高雄公主，高雄公主专卖盘子，高雄公主。我刚问他说高雄公主很有名吗？他说嗯，好试试看。等一下稍微很焦哎、欸，会脆脆的那种，很焦，就焦味超重，你看，真的很焦哎、欸，不开玩笑的，很焦哎、欸。还埋在下面。对啊，真的很焦。哎、欸，牛肉可以烤这么焦，不简单啊。这个技术啊。半熟蛋。我现在没办法吃太多。为什么？啊？怎样？身体坏掉。因为三餐太不正常了，因为三餐太不正常了，没办法吃太多。我都想到啊，好饿哦，才吃，有点美糊。啊。现在是一个晚上时间吃。然后什么？我是没有，都饿了就吃。然后因为我家实在太方便，就是那个Uber Eats， 然后什么 Food Panda， Honestbee 都有送到我家。然后麦当劳也就是半夜想吃的时候就吃麦当劳，所以我都是想到要吃的时候就叫。那你可以搬来我家，连麦当劳都送。不要，你家太偏僻了，不要。以后买房子，哎、欸，不可以买那种地方哦。哎、欸，刚好那个凯文是房仲，好不好？不可以买这个地方。来南部一定要吃丹丹。对，南部人觉得丹丹怎么样？你算南部人吗？那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吃，好，他说好吃。他点的话，你都叫什么？我吃普通汉堡啊，那个鸡腿堡，然后加一个玉龙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点麦当劳就好了。我觉得丹丹的比较好了。哦，所以以前会加什么意式波浪？哦。被我当兵的时候，就是那时候会从那个高铁左营站嘛，然后搭计程车到营区，然后那个司机都是有，就是常常每次收假都打电话给他那个司机，然后他都会每次都问我们说要不要去九如路，我说多少钱？他说1600。到底是我去玩还是他在玩？啊，那我每次来都会一定会去吃那个八彩烧啦，在那个。以前在黄兴路，然后现在搬到成河路吧，在那个三民国中旁边，广州炒面啊，或者是桦皮烧肉，我感觉真的是很猛。我最喜欢它的油鸡，拼盘都不知道要拼什么比较好，因为都好想吃哦。然后它的配菜也不拉塞，它的配菜都很好吃，就是高丽菜啊、豆芽菜这些，可是就是煮起来很搭。而我这次时间太赶了，因为我。像现在刚开始吃嘛，现在1:52，我大概2点就要搭车了，所以时间太赶了，来不及去，而且外面在下雨。你也加量？我加。体效好，你怎样？肚子很饿，肚子真的很饿是？对啊，新训的伙食。哎、欸，现在4个月还要下部队吗？不用吧，都在新训中心而已。好爽哦！但新训中心是最累的。对，新训中心是就是什么都按照规矩来，可是应该不用站哨什么的吧？没有。哦，新训中心比较像当兵啊，感觉比较像在当兵，然后下部队比较像在上班。那个时候我根本晒不到太阳，因为我们刚才不是宪兵不用晒太阳，站哨不用晒太阳。我是打资料的，而且我打资料是在地下室里面打。干，这是废物！那你受什么宪训啊？你干嘛受宪训？浪费国家资源呢、欸？黑色的江江，好不好？他22号要进去关了。好，这个祝福一下，诚挚的祝福。这个祝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祝在里面交到女朋友，加油，加油。好，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哎呀，现在要回台北了。好，回家啦，回家继续忙。来，订阅啦，订阅啦。订阅啦，订阅啦。